老师辛苦啦，辛苦了。好的，那不晓得哪一位要来那个来为大家代表讲解呢？你推我，我推你啊！欢迎，拍手了啊！是的，欢迎我们玉泉老师啊，李玉泉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玉泉啊。首先恭喜这12队有进这个决赛，然后大家表现都非常棒。然后大概有几个舞蹈的重点，我大概讲一下，就是可能大家在表演的时候啊，就是很多你的表情不应该比力量还大，对啊，就是你在舞台上的表演的话，你那个跟音乐要成一个正比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音乐的部分的话，可能有些队伍在做串接的时候会一直有重来的感觉，所以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在看演出的时候就很容易中断那个情绪，对。所以今天我大概在选择队伍的方面的话，我会以这两个方向去做思考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的部分就结束了，有没有人想要补充？好，来，凤梨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一个补充还可以吧？好，补充一下，最后一个。好，我今天有看到几个问题，就是有道具或饰品会掉在舞台上。如果你有使用道具的，就是在练习的时候，可能就要多练习你在可能拿道具或在收道具这个问题。对，然后如果有东西掉到场上，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把它弄走。对，它如果一直在场上，其实会影响到你的团员，其他人踩到有些危险的地方。对，所以这特别注意一下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跳的时候加入一点小巧思啊，哦，譬如说扫一下把它扫掉这样子之类的啊，哦，对，我相信大家表演者这个算是都老江湖了，招了很多啊，招了很多，都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一些了啊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属于我们评审老师的算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了啊。是的，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马上就要揭晓啦。不过呢，在揭晓之前，我们邀请所有的评审老师一起帮我们颁发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。今天还记得我们今天现场有人气投票吗？哦，要是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先邀请 BTOD 来，帮我公布一下，我这里有名单，好不好？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大专组的部分，大专组的部分究竟是哪一队获得我们的人气加油团奖呢？恭喜我们的 Rice。恭喜！请掌声。对，Rice 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恭喜你们！人气投票 Number One。好了，恭喜 Rice 今天率先获得加码奖项啊！颁奖，来。这是非常好用的 Seven Eleven 礼券3000元。哇，厚厚一叠，没看过这么多礼券。厚厚一叠。恭喜3000块礼券，算是一个 bonus 小小的加码啦。恭喜我们人气奖得主 Rice。All right， 看镜头。好的，谢谢我们 Rice， 谢谢，恭喜你们。当然，这只是人气奖的部分呢，啊。我们最后的名次，待会也是一样，在台下等候加急喽。好的，接下来马上就要为大家公布今天的台舞组大专组的优胜队伍。哎，我要找一位评审老师来帮我们公布一下优胜队伍。好了，先公布优胜第哦，优胜总共有3队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公布优胜第一队是后山威女，后山威女，耶，哇，所以听得出来，我们今天几乎是只要有进入我们这个6组的部分，几乎就是人人有奖，就对了，没错。哇，好大方哦，杰杰！真的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最大方的台北捷运，以及我们泰社实业、太原国际以及国泰世华银行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了。来看这边镜头，恭喜后山威女获得优胜，大专组排舞赛优胜可以获得新台币10000元的奖金。来，再往前站一点。好，可以，好。
一样也获得我们优胜的这样的一个嘉宾，恭喜你们，恭喜！
也请来自我们高中组的同学们，哦，已经在 standby 了，哦，是，好了，是我们的这个赶快，哦，我们塞稍微塞一下下了，是，可能要稍微往后压，往后站一点，因为人比较多一点。是我们请，我们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另外两位贵宾哦。好，贵宾，我们朱董就杨董啊，杨董，欢迎。是的，来。是哦，到我们的黄总经理身边哈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OK， 好啊。没错，我们最辛苦的糖果爸爸、糖果妈妈，是再次感谢我们台北捷运公司以及我们泰设实业、泰源国际以及国泰世华银行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既然各位都比赞了，那我们就一起比个赞吧！捷运杯校际街舞大赛，耶！这个手势好，这个倒逼的耶，倒逼的耶，来来，一起来一下，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手势，来，一二三，耶！好的，再次感谢来自我们大专组的所有参赛选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的，也请我们贵宾们可以稍微留步一下下啊，是，我相信我们后面的奖项应该还是需要我们的评审老师以及贵宾们。是的，好，评审老师，我们请留步，谢谢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来自我们大专组的部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马上来颁发，就是我们还剩下一个韩联颁发的组别，就是我们的高中组的部分。是的，高中组的部分，哎呀，热腾腾的名单已经到主持人手上了。